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算减则偏好，多红忧患。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60页，我们看经文：算减则偏好，多红忧患。这句经文的白话解说是。行恶之人会被减损寿数，又被惩罚变得贫穷，耗散福报，使家破，经常遇到忧愁烦恼祸患。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至此至算尽之时，皆时言多算之事也。贫是无财，耗是家破，多红言不善之人，处处易之也。忧出于己，患生于外，盖不善之人，其妻言为神所亏，至以算减，故贫耗忧患接踵而至也。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算是寿命的意思啊。白话解说，从此计到算尽这时，这一段都是实际说明夺取寿命的事情。贫是没有财货，没有钱财；耗是家破人亡；多逢是说行不善的人会常常遇到，处处遇到；忧愁是从自己内心所生出来的。祸患灾难是从外面横生的，大概行不善的人，他的欺骗掩饰的行为被神明所窥见，到后来被惩罚减除寿命，因而贫穷破败、忧愁祸患接着相继而来。好，我们看第二段，福善后引，造化之定理，仁义必凶欺己，必迁善改过，其要当先自新，减己三业，勿令患意，堕以邪枉，应地乡欠戒，心口相训，心语口言，如当说善，莫说非法。心护与身，如行精进，莫行懈怠。一日一时，一刻一念，乃至刹那，如是缄默，自治我心，自慎我口，自治我身，久久无间，自然不以外境动心，湛然无欲，前提是善矣。其至减算而贫耗忧患乎？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迁善改过，迁就是归向跟从，在《易经》易卦里面。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个君子呢，看到见善呢，就看到别人行善的事情，那么他就会有一种仰慕。迁就是迁徙慕上，
效法学习，这个叫谦的意思啊。有过则改，那么就是见到自己有过错，立即的啊改过啊，改正啊，这个停止这种恶行啊，这叫君子呢以见善之谦呢，有过则改。第三就是互相的意思，湛然淡泊。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行善受福报，造恶受厚报，这是天地造化的定理。人们若要想要趋吉避凶，就必须要改过迁善，其中最重要的应当要治理本心，检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行为，不可以使他过分的放逸而堕落在邪恶的业网之中，应该要互相劝诫，心和口要互相提醒，心中所想的和口中所说的，你都要以好话来说，不要说不应该说的话，心要反复的告诉身体，你要常醒精进，不可有所懈怠。如此从一天一时，然后小到一刻一念，甚至以一刹那的时间，都要保持缄默清净的心，要自我克制心念，自己谨慎口业，调制自己身形，久而久之不使间断，自然外境无法影响心境，心存清净，没有意念，如此前提都是善的，怎么还会弄到被减损寿命，或者是贫穷破散忧愁祸患的地步呢？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奉府令前若矣，艰险隐蔽，早睡补官，在处多不承认，晚疫困厄，子女沦丧，衣食不济，因其以神，梦神曰：如以罪恶笃算至此，尚苦贫耗也。啊，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奉府令，奉府县，在今天的山东泰安市。令呢，就是官名。在秦汉的时候呢，大县的行政长官啊叫令。隐蔽，蔽就任性。补官，补官呢就是补授官职。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入仕补官，古代民众呢把粮食交到官府，交粮以给官府，然后你交粮如果交的很多的话，而后封起交粮人为官的制度，这叫入仕补官啊。啊，你捐钱嘛，捐粮食啊，鼓励啊民众呢啊行善布施啊，这也是古代呢啊社会的一个善良风俗，这叫入仕补官。啊，入仕补官。那另外一个七色补官，又称为非犯补官，这是宋朝的制度。宋朝的制度，他定七种人呢，有恩吏，以恩吏呢补官入仕。
他有恩你父母也好，有恩你地方也好，或是有恩你国家也好，那这个封官位给他，让他可以在朝廷做官，补官入仕。一个呢是宗室女婿经地方考试合格者，二为皇室贵子女婿及后妃亲属，三为关联异姓，司马，就是以上亲属该享受恩泽者。那么第四呢，为郑王人女婿，五为尚书献送文礼可采的士人，六为随从出使国外而有贡献者，七为律人任职满期该检模堪连线者，这是以前的七种制度，这叫七色补官，承认他一个任期可能是三年，那做到一半就辞职下台了，或是被朝廷呢废弃职务了，这叫承认，成为一个任期的期限。那么轮上，轮上就是死亡。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奉府在今天的山东泰安县的县令钱肉乙，为人呢奸诈阴险，善于隐瞒固执。他在早年时候捕受官职，但是所到任的地方呢，大多不能做完任期。到了晚年，生活更加困难，子女相继死夭，沦落到衣食不济的地步。因此向神祈求，梦到神明告诉他说：“你因为作恶多端，罪恶恶贯满盈，你的寿命呢已经被消尽了，你却还以生活贫困、家破人妖为苦来求我吗？”好，再看下面这一段：无中习醒，性贪而恶，初为药材牙子，更骗致富，即瑕疵往辽东犯人身，直寇至，备受惊恐，万死中得一生。又后往山东登来，复议仇家，直为白脸余党，只意送官，尽会其资得免。最后又往川中犯药材，即缓，捉至中途，忽流贼至，弃之而归，自是家即轮替，忧亦病死。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迹解说。吴忠在今天江苏吴县一带，牙子就是牙人。古时候呢，在买卖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现在的用语叫中介，古代叫牙子，坑骗，坑是压制、刁难。辽东是指辽河以东的地区，在今天辽宁省的东部、河南部。登来，这个在明朝，因为明朝跟金国的战争呢，曾经受登来巡抚，他管辖的就是山东半岛以北、辽东半岛及其以南、渤海湾以东、朝鲜平壤以及大部分这个土地是属于这个登来所管辖的。白莲，白莲呢是一个算是邪教，叫白莲教，他是假借呢
弥勒下生的民间呢秘密宗教团体。啊，白莲教呢，它盛行于元朝、明朝、清朝，那么教派呢名目繁多，但是他这个教内呢等级森严，常被用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例如元朝末年的红巾起义、清朝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等等。啊，轮替就是衰落。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从前在吴中，今苏州吴县，有位习行，贪婪成性而常做坏事。刚开始经营药材，做机间介绍中介买卖的生意，却使用压迫、刁难、欺骗的方法致富。有一次带着许多资金呢，前往辽东做贩卖人参的生意，刚好遇到盗贼来，遭受非常的惊吓，好不容易十里逃生。后来又到山东登来，恰巧又遇到仇家，屋子他是白莲教的遗党，坚持要把他扭送官府就办，总算花尽了钱财才免于官司缠身，最后到四川中部贩卖药材。在乘船回程的途中，忽然遇到刘贼来抢劫，赶紧抛弃财物以求保命回家。从此以后家道渐渐衰微，他最后心中忧闷一阻，生病而死。那么这一段呢，讲算简者贫号，多哄忧患。啊，这一段里面呢，啊，我们来探讨一下发生在清朝的一个杀生减算的故事。在清朝末年呢，啊，翰林院呢编修《中文走》，啊，这个《中文走》呢，他们伺机呢在山东济南。中文走他本性呢很慈悲善良，而且呢他很喜欢讲因果报应的故事呢，跟大家呢啊弘扬。那么他讲的这个故事呢，就他自己本身呢，他亲弟弟的故事。当时他在担任知府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弟弟呢钟凤辉啊被躲计躲算的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他的弟弟钟凤辉呢啊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家里就很富贵了。所以钟凤辉呢，他是出生在富贵的家族，啊，那么其妻呢，陈氏，年少的时候很聪明，他的文章诗词呢非常的精通，有七步成章的这个才华，在济南地区呢被称为才子，啊，被称为才子，他生平呢。也很孝顺，交友呢很忠诚，而且呢啊也跟他哥哥钟文走一样呢，喜欢乐善好施。啊，比如说啊，也创办了孤儿院呐，啊，创办了养老院呐，而且创办的私塾，从事教育的工作。如果以他们这个家庭来讲，啊，算是良善的家庭。如果以他从出生到死亡这段期间里面，他其实也做了这些善事，就是创设孤儿院、养老院跟私塾。
如果以因果报应的理论来说呢，他照理讲应该是多福多寿啊。但是我们知道因果报应呢，有现报、有生报、有后报，现在受现在报，现在受下一次才报，现在受隔了好几次，两次、三次，甚至十次才报啊。那但是呢，这个钟凤辉呢，算是现世报咯。哦，他做这些善行，照理讲应该是多福多寿，但是其实不然。他一出生呢，身体就多病啊，这个就是他定业了，他过去生所造的业了，他也有福报啊。所以我们都不是纯善无恶啊，也不是纯恶无善。我们都是善恶夹杂啊，像他过去生他也应该有行善，所以这一次到人间来，你看他过去生行善的这一个啊，这个阿赖耶里面这个种子呢，他还是喜欢做善事，所以他办孤儿院、养老院啊，这个他行善呢也是有这个福报。所以他的福报在哪里呢？他投生在这个富贵之家。但是他在过去生行善的时候呢，他所造的善是有漏善。什么叫有漏善？有漏善是有烦恼的善，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善，就是没有离开呢我相、人相、中相、寿者相啊。所以他是修有漏善，有漏善呢，老法师说呢，都是在三界享受啊，三界享受，没有离开三界啊。所以这个钟凤辉呢，他身体一直都是多病的，三十岁的时候呢就死掉了。所以地方的父老兄弟呢就觉得很惋惜，大家呢众生都有隔音之名，我们众生都是没有正法眼。什么叫正法眼？正法眼就是智慧眼，只有正法眼的菩萨法身大士，他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他就现前了，他就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了啊！有他心通，有宿命通，有神足通啊，有天眼通、天耳通啊。所以这些地方的民众呢，他们只看到啊眼前这个善行，他们不了解过去啊，所以他们认为说做善无报，做善无善报。事实上呢，因果通三世呢，其实是不然的啊。你只看这一世，以管窥报，只知道善，不知道过啊。我们《胎生感应篇》的经文里面啊，后无门为人之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怎么可能没有报应呢？啊，那么人生在世呢，果会圣贤，有善亦有过。谁能够纯善无过呢？文昌帝君里面有功过果。那么钟凤辉呢，生平乐善有功，但也有过。所以佛家呢，他有治杀生之戒。所以我们要受三规五戒啊。戒内三五里面第一幅就告诉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叫你不要造杀业啊。不要造杀业啊。所以佛有治杀生之戒，儒家有勿贪口腹而自杀生禽，道家有胎卵湿化受气成形，苍之莫补暗己伤心。所以在我们《太上感应篇》的经文里面讲，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左有私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这时，十有一者乃殃及自身啊！杀生害命呢，罪过大矣啊！那么钟凤辉呢，他出生的时候，他父母亲呢很高兴，他喜贺灵儿，一夜之中呢，鸡鸣酒香呢，日丧四命。大开杀戒啊，宴请亲友。
所以这个钟凤辉呢，一出生的时候呢，就自幼多病。肉贯呢，肉贯就是成年的时候，到成年的时候呢，他身体还是不好，所以他的父母呢，爱子心切，常常以活的这个锅子，慢以、善以、鱼杯、和药呢调羹。数年之间呢，杀几万生灵，以至于呢，冒犯天怒，减气受算，造成呢，这个老几就是生了重病，三十呢就过世了，他的父母呢痛不欲生。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钟凤辉的这个妻子陈氏呢，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呢，这个钟凤辉呢来给他妻子托梦，他告诉他妻子说了，他说我的福报，我的寿算，照理讲是不还没到，我的寿命还没到，但是我是被减寿的。那为什么被减寿呢？因为我从出生到我这个成年这段期间呢，父母为了补我的身体，造了太多的杀业了，杀生太多了，以至于我被减去寿算，遭受减算之报。但是因为我生平有行善呢，我生平有行善呢，这些善行也对地方有帮助，所以呢，承蒙我们本境的这个城隍啊，城隍神呢保举。城隍神给他保举呢，义帝呢封他为地方的土地池的福神，我们现在讲就是土地神、土地公，他可以享受地方的香火，免离受地狱之苦。那告诉他妻子陈氏说：“你不用悲伤。”那么第二天早上呢，陈氏就告诉他的翁姑，那当时呢，这个钟文泽呢也在旁边，所以呢，这一个钟凤辉呢滥伤误命呢受减算之报，但是因为他平常在生前呢就孝顺父母，朋友有信，行善地的，所以天数神职呢享受人间香火，一闪一划呢报应昏迷啊。我们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可以忽略呢？这一段呢，我用发生在清末的这个杀生减算呢的真实故事呢来做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看下面的这段经文，叫人皆物之人皆物之。这人皆物之呢，就是大家都讨厌你大家都不喜欢你我们看这个第一段的经文：物厌弃也，欲书经也。若人不修善业，天必为之斩神兽，斩神兽破，使之颠倒。人所厌恶，人所嫌害。今夫恨人之欺我者，其知天夺其剑，令不逢是乎？至今有信，当请意志洗心，从善弃恶，走天心人数，不诛悔罪之人。前迁可赎，后行可图。生之困之，成功则一，万物之气也。好，我们看这一段的注释解说哈，《易书经》这是道家的一本经哈，也名呢叫《雷霆易书报经》，或者说《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易书报经》是道家的书籍这个雷声普化天尊总是五雷普化前生，为赏善罚恶之神。他一卷呢分上下两节，
上节呢讲自道，下节呢讲气数。这本经呢出自于宋代，收录《道藏》第25册。啊，鉴就是照察审辩的能力。啊，逢事就易道好事道。啊，生之困之成功之意。这一句经文呢是出自《中庸》，在《中庸》呢啊里面呢，这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立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那么，这个《中庸》呢是儒家的书。我们呢，来用佛家的解释这段中庸的经文啊。我用佛家的解释啊，我喜欢用佛家角度呢啊来解释这个儒家的书呢，那个意境呢跟那个味道都不一样。中庸里面说啊，我们知道中庸儒家的中庸，事实上就是佛法的不二法门啊。我们讲中庸之道嘛，不落空有两边啊。中庸里面说啊，或生而知之，为什么人一生出来就知道呢？这在佛家解释很简单的 啊，他过去生的欣喜嘛，过去生所欣喜的啊，他的这些啊这些知识学问，我们俗话说“书到今生读已迟”啊，以前他过去生就欣喜了。就是生而知之啊，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他就是生而知之啊，啊，他早就成佛了，他成愿再来了，他不认识字啊，他也没有读书啊，也没上过私塾，也没有上过小学，以前没有小学的，以前都是私塾的，但是你看他挑木材到客栈去卖给客栈的客人。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顿脱，进入那个一真法界的境界，他这就是生而知之啊！啊，所以你这一世如果读诵经典，比如说你读诵《无量寿经》3000遍，你读诵《金刚经》，你读诵大圣经典，你来生他是成念再来。你遇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善知识引导你入佛门。你一翻经书，马上恢复到以前那种欣喜的智慧就现前了。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讲啊，你这一辈子啊，欣喜般若啊，佛法的般若啊，如果你欣喜40分，但如果你没有及格的话了，你40分，你下次再来。如果你没去极乐世界了齁。啊。你下次再到人间来，从40分开始修起。啊。这是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那有些人是什么？要经过教学，而他就是明白了。啊。那学习就很强了。啊。所以有些人不管是学儒家的，学道家的。啊。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啊，麦医师啊，我也在讲课里提到他啊。这麦医师本身是学佛的，他也是修福报啊。他过去生呢，一定有学习过这种中医救人的行善布施的福德，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遇到很好的老师的带领他啊。那他现在呢？他现在在帮人家针灸的时候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呢，江松董事长提供个场地给他做一个行医的场所，他就认识一个道家的这个道士呢，才20几岁而已，他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了。他说他这个年轻的这个朋友呢，从懂事开始读书的时候呢，就跟他爸爸讲说呢，他要当道士，他想要当道士，现在真当道士，还开了一个宫，道家的庙啊，哎呀，真做道士。而且道家的经文他都会诵，
那这些法事他都会做，这些道家的仪轨，他生而知之，过去生欣喜的嘛，他过去生就是道士嘛，啊，所以呢，有些人呢，过去生他是出家人，他到这个人间的时候，他就会遇到那个善缘。像心灵大师呢，在年轻的时候才几岁，五六岁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国内呢，哎，好像是在南京或是上海，他就遇到一个师父啊，那个师父就说：“哎呀，小菩萨，我带你到佛寺去好不好？”他说：“好。”他就跟着他走了，那都就变成沙弥了，成为今天的啊心灵大师了。这叫什么？这生我知之啊。我们说他是成愿再来的啊，那我认识的我们万人念佛的智成法师啊，他俗家的父亲叫本悟法师啊，他们一家三人都出家了啊，他的母亲也出家了。那本悟法师还没有出家前是开素食馆的，他生了他这个儿子智成法师呢，十岁的时候参加台湾中部的妙莲长老的灵岩山寺佛学夏令营，他进去参加夏令营完了以后，就跟他妈妈讲说：“我不回家了，我要住在佛寺里面，我就剃度出家，变成沙弥了。”他唱诵非常的好，我们万人念佛的唱诵大家都知道啊，他当大会为老，他生而知之啊。那么有些呢，会学而知之啊。他的秉性呢特别的伶俐啊，遇到好老师给他教学马上就恢复，就我们周永山老师啊，年纪轻轻的就知道去亲近李炳南老师的台中莲社，他在读中兴大学的时候他就亲近台中莲社，在那边学习伦理，扎下非常根深蒂固的这个基础啊，然后的亲近净空老法师，欣喜佛法的基础；亲近台中莲社，欣喜儒家的基础。你看他在2009年就参与老法师的啊安徽啊庐江的国学中心这个工作了，他是什么生而知之啊啊。所以他只要一亲近善知识，他学有知识马上就明白了解啊。或困而知之啊，有些呢是要怎么样呢，在极为艰困之下受了很多的挫折啊，受了很多的打击，比如说他生产恶病发了一个愿以后啊，决心呢要去改造他自己的命运啊，这个叫困而知之。后来呢亲近佛法，亲近儒家，后来也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或困而知之，即其知之一也。那这个知呢都是本有的见闻皆知，本有的自信开显出来，这个知之一智在禅宗讲叫众妙之门。所以这个知呢就是我们的灵知心，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性，即其知之一也。它知呢是平等的啊，你过去生欣喜多少，那么这一世到人间来就生而知之，那个开显出来的这个我们这个自信的大机大用就很快了，就生而知之了。那有些经过学习他才能开显出来，有些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障碍，他最后才明白困而知之啊。啊，所以这个知呢你要从觉悟自信，领悟自信这个角度去谈呢，那就非常的容易明白啊，那跟过去生的欣喜有关啊，过去欣喜的这个多啊，跟这个深呢，那这一次他悟的速度就快啊。或安乐行之，那有些呢啊，
可能他必须啊怎么样，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有些人他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去实践，很容易去利他，很容易去实践，很容易去落实，很容易去做到，或安而行之啊。那有些是怎么样？有些是要有利益，他才愿意去写啊。比如说他因为生病，想要求长寿，去学放生，他最后才会吃素啊，他才会去实践不杀生啊。那有些人天生就是吃素的，啊，胎里素啊，啊，或安而行之啊，是，或利而行之，他一定要有利益啊，他才会去实践去落实，或利而行之啊。或勉强或行之啊，那有些人业障比较重的，那他就没有办法了啊。积极成功一人，但是他不管是安而行之，或者是让利而行之，或者勉强行之，到最后还是能够成就这个功德，成功一业。所以这一段儒家里面中庸讲这个后生而知之，后学而知之，后困而知之呢，即其知之一也啊，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呢，即其成功一也。这个我就引用佛家哦，《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呢，分身即慧品第二里面就有佛陀这段开示呢，跟这个地方很接近。在这个分身即慧品第二里面呢，这个经文里面佛陀就告诉啊，这些道立天宫这些这个地藏法会的这些菩萨摩诃萨，他说呢，地藏菩萨呢，地藏菩萨啊，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啊，舍邪归正。地藏菩萨呢，来调伏这些刚强众生，让他们能够舍邪归正啊。时有一二，还有一两位呢，还没有办法被地藏菩萨渡走，上恶习在。为什么没办法调伏他呢？他恶习气很重，上恶习在。但是地藏菩萨还是没有放弃这十有一二这一两位，无意分身千百亿，地藏菩萨还是分身千百亿，用各种方便的法门，广受方便，广受方便。所以我们行菩萨道，各位一定要记得，我们如果没有正法眼，我们说啊，他怎么这样度众呢？说不定他是地藏菩萨分身的，他广受方便。所以《地藏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广受方便，代表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广受方便。那广受方便做什么呢？来度这些刚强众生。刚强众生里面有分成 四种类别。第一个，或有力根闻记信受。啊，你看我喜愿向观菩萨求儿子，我就喜愿吃素了。我马上就是接受事实了。后有力根闻记信受，有些人根基很利的，他一听马上就接受了闻记信受，马上就相信，马上就接受。像我们净空老法师，他年轻的时候就跟他母亲分开啊，分割了几十年呢，他的母亲到香港跟师父上人相会，师父当时在香港呢是讲经啊。那他的母亲到了以后呢，跟师父讲啊，要吃鱼。那净空老法师呢，他非常的孝顺，非常的听话，虽然他已经现出家相了，没有任何一计违逆之心。他马上叫弟子说：“好，请买鱼给我母亲吃。”这就是我们没有智慧眼了，我们不知道师父的神通智慧哦。
结果他的母亲在佛寺住了一段期间以后，因为佛寺都是一定吃素的嘛，他母亲要离开以前，跟净空老法师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全部吃素了。这是菩萨在表演。菩萨呢，游戏人间。啊，你看他就是有立根，或有立根，闻即信受。才住几天的佛寺呢，那个立根马上开显出来。或有立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欠成就。有些我们的眷属，我们的莲友，总要经过很多的善巧方便，我们给他苦苦的劝导、勤劝嘛，要常常去亲近他，常常去帮助他，或用力行，或用同事，或用爱意，或用布施这种四摄法去把他接引到佛门里面来，勤劝成就，最后他也去受三皈五戒了。啊，勤劝成就，像我默写这次办万人念佛，那么国内很多莲友呢到台湾来参加呢，要参加受戒。我们后来呢，万人念佛结束以后，到圆通寺呢，请求果心律师呢受五戒菩萨戒、梵网经菩萨戒。那在还没有去以前呢，就很多我们国内莲友就跟我讲，老师啊。我有受过菩萨戒，我不想持了。菩萨戒太严格了，我想舍戒。他说我到圆通寺啊，我要跟师父讲说我要舍戒，他们不敢报名，不敢受戒，所以他们是报官礼。所以我们受戒的人大概有一百个不到，官礼的也大概有100个。最后更告诉各位，最后经过清空和尚的开示。还有经过那个圆通寺的副住持信德法师开示，全部都受五戒，全部都受菩萨戒了，勤劝成就啊！他们也在问信德法师啊，这个戒条这么严，我们会破戒啊？信德法师呢，啊，这个出广长舌啊，这个把佛陀自戒的精神讲出来。感动了大家，大家呢愿意放弃这个习气毛病，啊，信受奉行就愿意受戒，这叫勤劝成就。或有安顿久化方归，就是刚才讲的，或困而自知，或困而自知，或勉强而行之啊，这要去领悟很困难。我们说啊，我很驽钝，我就悟不出来。别人读100遍，你读1000遍。别人读1000遍，你读3000遍，或困了就是你最后还是有领悟啊，你最后还是可以落实啊，最后还是可以做到啊，或勉强而行之啊，就这里讲，或有暗遁久化方归啊，啊，或有业重不生净量啊，这个在这一段里面是没有啊，从庸这一段里面是没有啊。啊，他最后是或困而自知嘛，或勉强而行之嘛，所以呢，我用引用《地藏经》这一段呢，啊，来这一个告诉各位呢，就是说，佛陀在《地藏经》里面讲说，如是等辈众生呢，各个差别分身度脱啊，众生呢。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都不一样，根器也不一样啊，嫌疑也不同。有些人就是慧根很利，有些人就是比较啊愚笨啊。所以呢，在《伦理讲要》里面，记事第16，李炳南老教授，他里面就有这样开示。李老师说啊。孔子把人的资质呢分为上中下三等。孔子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人呢是生而知之。他一生下来就知道一些事理的。啊。次一等的人呢是学而知之者。他虽然不学不知，但是一学就会。啊。李炳南老教授的学生里面呢、啊。啊，老法师曾经在讲经讲过，老法师只听
李炳南老师讲《华严经》讲一遍，他就会讲了。老法师就会讲了。老法师就是什么？老法师就是生我之智，上等的人，生我之智。习喜明老师啊，醒功啊，老法师说啊，他喜欢做笔记。朱家麟老居士呢，啊，编这个簪札，编辑这个簪札上《月报经》讲义的，啊，朱家麟老师呢，也是雪公师公啊上人的学生呢。老法师刚当时就有讲，这个朱家麟老师呢，跟习喜明老师的都有做笔记，但是李炳南老师呢就不让净空老法师做笔记。他说呢，你应该听我讲这部经的义理。李炳南老师呢，他就是像地藏菩萨一样，啊，他能够呢用观机度教。所以老法师呢，他就是生而知之。那习喜明老师呢，他很勤奋的做笔记，但是现在也总算传承了李炳南老教授的伦理的这个法脉，啊，所以呢，上等的人生而知之，他一生下来就知道这些事理；次一等的人是学而知之，啊，他不学不知，一学就会。又次一等的人呢，是困而学之，要会很大的功夫啊，把他教授，他才会有所领悟啊，才能够学会，这叫困而知之啊，勉强而行之啊。所以孔安古注呢，困就是为有所不通，不通是什么东西呢？心智未开，机缘未到，心智不开。但是他能够发奋求学，人家学一遍就会，他学一百遍才会，能够这样苦学也能够成功啊！所以前面有讲说，或勉强而行之呢，即其成功矣也啊！啊，勤能补拙啊！啊，就如中庸所说的，能知己百知。人实能知己千知啊，果能此道矣，虽以必明，虽柔必强。人家读一遍，我读一百遍；人家读十遍，我读一千遍。如果你懂这个方法，就算你很愚笨，最后还是会开智慧。虽以必明啊，虽然你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弱，但最后还是非常的强。虽柔必强，最怕是什么样？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啊！最怕就是什么？你遇到困难就不想学了。所以李老师说，李炳南教授说：“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困而不学啊，民思为下，那就没办法救度了。天资既然钝。”又不肯求学之名，那是最下等的，不能称为学者啊！啊，以上这一段呢，我们就啊报告到这里。我们看下面的这个白话解说。恶就是厌弃。易疏经说啊，如果人不修持善业啊，上天必然将他的精神斩除，并摄取他的魂魄。使他颠倒错乱，被人家厌恶，被人家嫌弃，被人家迫害。现今谈到痛恨他人欺诈我，其实他哪知道这是上天已经将他睿智的鉴别能力弃除了，使他在世间的样样事情都不如意。从今天开始，非常幸运的明白这个事实，所以请你要改变不好的志向，应当要洗心革面，改恶向善。那天地之心是仁慈宽恕的，必然不会诛杀悔改罪过的人。以前的过错可弃除，往后可依善行向前进展。不论你是生而知之
或者是困而知之，只要改过迁善，成功则是一样的。千万不可以自暴自弃。啊，在下面这一段经文，行恶之人，人人厌恶，盖公道在人，亦其良心本善处，但妄推此一念，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自勉以有善无恶之地，若图己人之恶，而不弃己之恶，其勉又为人恶哉？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个是出自《伦理纪事篇》里面。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在李炳南老教授的《伦理讲要纪事》第16里面，李老师说：见善如不及，意味见到善人便觉得好像不如他，想要学他那样好，这个叫做见贤思齐的意思。见不善如探汤，意味着说见到不善的事情就好像用手去探热汤一样，而不敢接触啊。好，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作恶多端的人，人人都讨厌他，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公道自在人心，也就是人心本善，但愿每个人都能够推展此一纯心的善念，看到善事赶快去做，而有不做会来不及的感觉，看到不善的事情就如以手试探热汤一样，生怕受烫伤，要自我勉励，使自己的心立以善地而无恶。若只是痛恨别人行恶，却不去除自己的恶行，那怎么能够避免别人讨厌我们呢？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唐来进城为侍御史，张禄如山，烟混塞入，尽作一模气势，人增淡其肉，捐木起心，虚以而尽。又送丁谓以客来攻，同在政府，天下之人为寇必以忠尽，言丁必以坚令，闻一善必以归寇，未必皆寇所为也。闻一恶必以归丁，未必皆丁所为也。又送勤快七斤物果，这害忠良，百世之下莫不误其间，而夜往金中报国，后世亦弥不敬仰其宏。其此有铁铸勤快，及其七王四相，跪案前悬一木掌，远近之人敬业者，皆亲拜业王，而指木掌以披铁像焉。合而观之，民非有私好私恶之心，其统一者善恶之因耳。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来俊臣，他是唐朝武则天的酷吏，唐朝武则天时候的酷吏啊，他担任侍御史啊，左御史中丞。他年少的时候呢，个性凶险，不事生产，就是没有正当的工作，没有正当的这个贡献啊，不事生产。但是因为他告密得到武则天的信任啊，成为武则天呢在政争当中的阴钱，也就是走狗。来进城呢和党羽共撰
他是做坏事呢，也编了一本经叫《罗织经》，怎么样去罗织别人的罪过？《罗织经》呢，哈，作为告密的典范，网罗无辜啊，捏造罪状啊，反罗织人罪啊，皆先尽奏示状，把编织出来、罗织出来的罪状呢，先禀奏皇帝。那么敕令一奏，那么武则天就按照他的这个奏事状呢，就准奏了，然后他就夹了这个皇帝的敕令呢，就即没其家，就是抄家灭族。那么每一次接到这个皇帝的赦令，就马上派狱卒先杀众囚，把这些重罪的这个囚犯先杀死，然后才宣告皇帝的这个赦令，手段非常凶狠，而当时呢，武则天那个时代呢，那个法官呢，都常常禁用酷刑来审问呢这些囚犯。那么当时有几个恶臣呢，就是一个是奸臣呢，是来近臣，还有周昕、索延礼，他们这几个都很残酷、很残虐、残忍暴虐。那么来近臣呢，每一次审问刑犯、罪犯的时候，他不论轻重，都是用什么？用醋呢来灌他的鼻子，用醋来灌他鼻子，或将这个囚犯呢置在瓮中。这个瓮的外面呢，用火来环绕烧制，请金柱瓮。当时他对付这个周昕呢，就是请金柱瓮，因为周昕呢也是这样就虐待刑犯。后来呢，因为武则天要审讯、审问这个，要定这个周昕有罪呢，就派来俊臣去审问周昕。那来俊臣就用周昕那个方法，就是用一个瓮呢，来俊臣也问周昕嘛，说是囚犯如果都不招供怎么办呢？周昕告诉来俊臣说呢，那很简单呢，你就准备一个大瓮，下面用热火来这个烧烫，那中间开一个口，那就请囚犯到里面去，没有一个不招供的。那来俊臣后来要办这个周昕的时候就说了，好，那就。都准备好了嘛？那个瓮也准备好，火也烤好了。好，那请金入瓮，周昕呢，马上跪下去，全部招供，这就酷刑了啊！那么来近臣呢，会用铁签绑住他的头部，绑住那个囚犯的头部，就是再把他锁起来，把他竖起来以后呢，让他脑浆破裂，脑髓这个流出来。这么残忍，这种种的酷刑呢，倍极苦毒，非常的苦毒。那么他要审问、要审讯囚犯的时候呢，他一定先展示刑具啊，先展示刑具，让人家先畏惧、先害怕。往往呢，没有罪的人呢，他自己也承认有罪了，往往之污啊，这马上跪下去，自己承认有罪，事实上他是没罪的。武则天呢，曾经在洛阳呢丽景门呢设置一个推事宴，他就由来俊臣主持，由来俊臣主持。凡经过这个门的100个人，没有一个留下来，没有一个活命的。主要透过这道门的推事宴的这个门呢，100个存活的不到一个人，所以人家都称那时候称的这个门叫什么？叫丽景门。当时的朝廷士大夫呢，人人自危，互相见面的时候呢，都不敢交谈，不敢谈话，你怕被人家密告，密告到什么？密告到来俊臣那边去啊。那官员只要入朝呢，常常密遭逮捕，暗中就被逮捕了，家中他的家人也不知道消息。因此呢，这些朝廷的官员只要上朝
去上班了、啊，晚年入朝啊。常常跟家人做告别说，不知道能不能再相见佛，不知互相先相见佛。这个实在当这个官太辛苦了哈。你看，不知互相见佛啊。来进城的，来进城前后被他诬陷的、被他杀害的囚犯的家有多少？有1000多家。哎呀，这个怨气极大了啊！1000多家，冤死者更多，冤死者甚重。但是呢，他自己2次犯赃罪、赃物罪，种种的不法。武则天呢、啊，虽然他是曾经做开经偈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都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虽然他也有佛缘，武则天年轻的时候曾经出家过啊，他也是有善根啊，但是一登上皇帝这个位置啊，历令智昏呐、啊，啊，福报现前的时候啊，就造3次愿了、啊，啊。他还是护持什么呢？武则天还护持神秀大师呢。你们去看《六祖坛经》啊，他也护持神秀大师啊。啊，他后来要护持六祖大师，六大师就不想往北方走啊。六大师说：“我年纪大了，我就在这边了啊。这个在南方呢，我就是啊，已经老病之身了。我在这边已经垂垂老矣了啊。谢谢皇帝你的啊的恩典了。”他不去了。啊，六祖大师有智慧啊！你看来进城这样的一个奸臣呢，武则天都加以庇护啊。明明已经犯2次的赃罪啊，种种不法，在万岁通天元年，来进城呢升迁到洛阳令，司龙少卿。过了2年，因为他得罪了武则天，他这些。亲王武氏家族的亲王以及太平公主啊，他想谋杀这些诸王跟太平公主啊。后来呢，太平公主跟这些诸王呢就合力呢要求武则天呢降罪来进城。后来进城呢也被判死刑，仇家蒸啖来进城的肉吸以而尽啊，官员跟民众呢，大家额手称快，啊，香喝一路，整个呢啊，大街小巷呢啊，市井小民呢，大家每个人都非常的欢喜，都说呢，自今明哲呢，背死贴席椅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啊，睡觉就可以贴在这个床铺了，以前都不敢睡啊，这个背部不敢靠近，这个又会紧张嘛，啊，会惊恐嘛。至今呢，明哲背死贴席，这要不是可以高枕无忧，可以睡觉了，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啊，啊，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这一段的白话啊，里面就会讲啊。那么这一段我先看到来进城这个恶行呢、啊。被他害死的有1000多家，冤死的更多。我又引用老法师的开示：有钱有势的时候啊，不以人皆怨啊。啊，金刚老法师说，真正明白因果报应的道理，真正明白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决定不敢有恶念。不但是不敢有恶的行为，恶的念头都没有。人在无知没有智慧的时候啊，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有权有势啊，欺负别人啊，耀武扬威啊，啊，尤其看他不顺眼的人，故意刁难啊，这个我当过官，我知道。我当过副文机长啊，当过组长，我知道啊，真有这样的官员呢，真有这样的长官呢，故意刁难或故意找麻烦啊，
像我以前啊，在当明皇管注中当主任吗？那我就去助练呢、啊，啊，我奖金呢、啊？那我的部署里面有两个股长争权呢、啊，啊，一个比较坚定的那个股长呢，就写黑函检举啊，啊，检举什么？因为我次数不应酬啊。他说我们这个主任呢、啊，有跑去助练呢、啊，那我是下班去助练呢、啊，我去奖金，他还帮我写进去啊。啊，他也写到我奖金的地点叫佛陀教基金会啊，故意找麻烦，消我的业障。像这些呢，都是造罪业。罪业的因素呢，非常复杂。所以我当时是什么？我就把它当成抱怨心了。啊，所以我就把它当成说，哎呀，我过去生呢，我就是这样去对待他，啊，一报还一报。啊，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抱怨心，无怨无悔，啊！当时我记得，在这个我们警察局的政风室主任在给我亲自问笔录的时候，啊，因为当黑暗检举嘛，黑暗检举我的司机啊报加班费，没有出去报加班费，所以检举的这个检举我袒护部署，事实上我司机并没有报加班费啊，啊。当时在帮我问笔录的时候，我就流下眼泪了。我说我是一个学佛的奖金的人，我没有应酬，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不好的官场习惯都没有，那还不要这样子诬陷。我说呢，这个功理何在？当时我就流下眼泪了。就是什么？我就把它当成抱怨心，消我的业障。过去生中呢，我可能是这样去对待别人。就像郭祖仪一样，郭祖仪当时被啊皇帝给他贬官的时候啊，唐太宗就问他了，因为宦官就跟唐太宗讲了，把郭祖仪啊这个祖坟把他废掉，因为他对这个朝廷这么有贡献啊，四朝的啊四朝的皇帝都这么器重这个郭祖仪，他一定他家的祖坟风水很好，所以宦官就把他的风水祖坟风水把他废掉。唐太宗就问郭祖仪说：“因为后来安禄山作乱了啊，后来北方的这些民族又来换了，皇上还是要靠郭祖仪再重新出来。本来他被贬官了嘛，变成一帮寻常百姓嘛。后来郭祖仪还是把他过去的这些部署全部再召回来啊。那么北方这些民族呢，听到郭祖仪出来，就纷纷的，就是退开了啊。”吐蕃这些民族后来都接受郭祖仪的招降啊，啊，吐蕃的这个民族啊，那后来唐太宗就问他说：“那我有把你祖坟毁掉，你有没有怨恨我？”郭祖仪说：“我在作战里面带兵作战，难免也去毁掉别人的坟墓啊，报恩心啊，啊，所以现在从这个因果反过来，你也可以报复他，这叫冤冤相。”老和尚说：“如果你从因果反过来要报复他的话，那这叫冤冤相报。你报复他，他不甘，他甘不甘心？他不甘心，他迷惑，他不是菩萨。迷惑怎么样？记在心里，来世遇到的时候再加倍的报复你。那你来世又要加倍的报他了，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桩事情，各位如果去看《文昌帝君阴字文》，你看《文昌帝君十七世》那个因果，真是可怕啊。以我们以后就会讲了，啊，那最后文昌帝君谁救他？佛陀救他，在五寿祥云里面为文昌帝君说法。当时在那一世他是当龙王啊，啊，因为前世如意太子他母亲弃乎人啊。被李后害死的这个因果纠缠到第二世啊，啊，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啊。所以最后是佛陀救了他，他还有善根。如果不是佛陀救他，这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一定要觉悟啊。觉悟的人怎么样？我就接受了。有没有怨恨心？没有。对他也没有怨恨，没有怨恨。他怎么样用恶的方法对待我，甚至要置我于死地，我没有任何怨恨。
他自疑我已死地。老和尚说，正好送我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啊，所以觉悟的人跟一般人想法看法不一样。这个叫什么？在《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经解大经解里面讲，真正深信切愿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是信愿，一向专念就是持名念佛。这两个前提是什么呢？要发菩提心，要一向专念的前提是什么呢？黄念祖就是引用古德的话说呢，要生死心切。如果你没有生死心切，你不可能真发菩提心，你也不可能一向专念。黄念祖就是引用古德的话说啊，如果你不是生死心切，不是以发菩提心以身切愿，一向专念持名念佛，你口里念佛，心念成净。他说你嘴巴念阿弥陀佛，心念成净，你贪念世间的这些东西，口念弥陀，心想沙婆，就口念弥口念称名了，心念成净了，贪念成净了。他说这样要求往生了，屡连未及了，到屡连都没办法往生。你看这些古德讲的话都好啊，前提是什么？生死心切。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人家报复你的时候，你就把生死心切放在你的额头上啊。印光大师说，最好额头上啊，你最好绑那个十字啊，都不会计较了，都可以放下来的。所以觉悟的人跟一般人的想法看法不一样，决定不造业，我为什么跟他冤冤相报？你是要去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跟他冤冤相报？那你不是选择轮回吗？决定不怨恨别人，受什么样的侮辱都不可以怨恨，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否则会纠缠不清呢、啊。什么样的侮辱都可以接受，都不可以怨恨，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对方想要永远搞六道轮回，就让他去搞吧，我们不跟他在一起搞，我们离开，我让给你，我永远离开，离开之后到我自己有成就的时候我再来救你，你看我再来救你啊！我们这个摄影师兄就是这样做，这个心态，他就是这个态度，等到我成就我再来渡你，你欺负我可以，我接受。他太可怜了，他不想去极乐世界，他要搞六道轮回啊！那你现在没办法度他怎么办？你成就以后再来度他啊！这个呢，就是老和尚在2012年的净土大经科注第392集里面跟我们开示啊。这个有钱有势的时候呢，不要与人结怨啊。再来，是意识监察官吏，负责弹劾百官的违法行为，有时候外出督察进献，并有权参与审理重大案件，这是意识。做预谋，做预谋，做就是犯罪，预谋就是反叛的图谋。根据《资治通鉴》卷206，来郡城想掳足罪名，诬告武则天他们的家族，这些诸王以及太平公主，又想诬告皇室李旦以及庐陵王李显以南北衙禁卫军一同谋反啊。这个来郡城想诬告这个李旦跟李显啊，想借此窃取国家权力。南北衙的禁卫军呢？啊，这里面呢有一位魏遂宗，就告发魏遂宗呢啊，就告发这个来郡城向武则天告状，武氏诸王呢及太平公主呢恐惧，
共同揭发他的罪恶，将他关进监狱，有司判呢处他死刑。啊，最后他的尸体被刚才讲的啊，被五马分尸啊，他身体上了之后一下子被分光了。啊，再来啊，弃尸，弃尸就是《礼记·王志篇》里面，行人已逝，以众弃之。啊，这个犯罪的人呢，在刑场被砍头了啊，都被众人抛弃。受刑罚的人皆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必弃之，或以弃尸专执死刑。须臾，就是片刻。丁谓，丁谓是宋朝苏州常州人。宋太宗淳化年间的进士，为大理评事，啊，历任工部、刑部、兵部、吏部四部尚书，啊，晋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等于宰相，封晋国公。丁谓呢，机敏有智谋，兼狡过人。专门揣摩人意，啊，喜欢作诗，通晓图画、博弈、音律，啊，懂得音律，也懂得这些博弈的赌博。那么宋真宗呢，在朝廷见公关，就是在这个朝廷里面呢，建了一个宫殿罗官，那么。丁谓呢，就伪造啊降议啊。那么宋仁宗继位的时候呢，因为他前后期望，跟内侍呢连隐公有勾结，啊，擅自闯进呢宋仁宗的陵寝，最后呢被宋仁宗呢贬到啊莱州呢侍副参军，啊。也叫列州跟道州，啊，后来死于光州，啊，这是丁谓。克莱公，克莱公就是克准，北宋政治家，啊，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发奋读书，19岁考上进士，啊，后来呢，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是宰相。封以莱，所以呢。被称为克莱公，但是后来他遭到那个副相，就是他的这个副首相丁谓的诬陷，被一贬再贬，贬到雷州，在今天广东海康师傅，雷州师傅，啊，克准呢，克莱公呢，他早登正禀，就是他很早就飞黄腾达，掌握权力。他个性豪迈，也很懂得享受，豪奢就是很懂得享受，喜欢歌舞，啊。那再来忠进，忠进就是忠诚，进就是通进，进用。忠进就是忠诚，奸佞就是奸邪谄媚。越王。而越王精忠报国，或是亦弥不敬仰其封其事，这个是越王庙，越王庙。进谒，进谒呢就是觐见拜见，批，就是用手籍。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唐朝来郡臣在武则天的时候当侍御史，他所收受的贿赂呢，赃物如山那么高，所造的冤案呢太多了，被冤枉处死的冤魂呢足以堵塞行路，后来因为谋反罪名呢被诛杀，在市集上呢斩首示众，人人恨而呢争食其肉，挖其双眼，挖出其眼，
国企起薪，不多久呢就被一分而空了。又宋朝的丁谓跟寇准，两位同在朝廷同事，然后前国的人一说到寇准，一定说他是宫中体国；一说到丁谓，一定说他是奸诈狡猾。如果听到一件善事，一定说是寇准所为，但这件事不一定是寇准所做的。如果听到一件坏事，一定说是丁谓所做，但此坏事不见得是丁谓所为。又宋朝勤快，欺骗金王，败坏国事，残害忠良，百世以来，世人没有不痛恨他的奸诈，而叶辉能尽忠报国，后世的人都敬仰他的风范。在叶王祠有用铁锁铸造的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的模像的铁像，跪在祠前的桌案，在此悬挂一只木柱的手掌。远近来参观的人都钦佩叶王的精神而下拜，拿木掌呢，却拿木掌来劈打秦桧夫妇的铁像。纵观上世三例来看，并非人民对好恶存有私心，其共同表达喜怒的对象是一样的。这是分辨善恶心，分辨善恶心所感应的缘故。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有提过好多次的，就是秦桧害死叶辉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啊也非常的经典，所以我们呢也在重新呢来跟各位再讲一下当时秦桧怎么害死啊叶辉的故事呢。叶辉呢是宋朝名将啊，死后呢被追封为武穆，所以有时候呢也会称为叶武穆啊。他农家出身的，在宋徽宗的时候呢，他从军，率师北伐。那么金熙宗呢，就是乌柱呢，和都元帅完颜宗弼跟叶辉呢占领朱仙镇，当时叶辉呢就打败了金乌柱，获得燕城大捷，进京到朱仙镇。后来宋高宗呢跟秦桧立即跟金国合议，秦桧呢怕叶辉呢战胜以后班师回朝，他的宰相的位置就不保了，所以他一日呢降12道金牌，下令退兵。叶辉呢被迫呢班师回朝。那么到达临安的时候呢，叶辉被解除兵权，担任呢枢密副使，后来被诬陷入狱，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害。因为当时秦桧在审判这个审案这个叶辉的时候呢，找不到证据，他说是叶辉呢是通敌叛国，当时找不到证据，也不晓得如何再审判下去，准备要把他释放了。但是当时秦桧的妻子呢王氏坐在秦桧的旁边，秦桧的这个妻子呢王氏呢就用水呢，因为不能讲话，就在桌上呢写了几个字，他说纵虎归山呢后患无穷，这就写这八个字，纵虎归山呢后患无穷。秦桧呢就以莫须有罪名呢判叶辉死刑，所以呢叶辉当时呢秦桧呢跟宋高宗把他召回朝廷的时候呢，叶辉有去见他的师父江叔，镇江呢镇江金山江天寺的这个和尚呢道悦禅师。道悦禅师本身呢修行非常的有见地，也是开悟的这个禅师。当时叶辉呢去见他的师父的时候呢，
问他的师父的意见，说我该不该回南方？啊，道会禅师说呢，你不要回去了，啊，你跟着我出家。那叶慧就跟道会禅师说啊，不行，啊，国家山河呢，必须要靠我去拯救，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回南方。那么道会禅师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回去一定会有凶险。那山河呢？国家山又如何呢？啊，你出家，国家山河又如何？你不出家，国家山河又如何呢？但是叶慧当时呢，放不下，啊，这种对国家的情执，他放不下，他还是决定要回去。最后呢，他的师父呢，是送他几句话，啊，他说呢，睡里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被人毒害，这个睡底不止。叶辉当时在风波亭被秦怪害死的时候，啊，当时那一天刚好是除夕夜，那个除夕夜呢，没有烛夜，它是29号29日，所以不是30日，所以就是睡底不止，少一天嘛。谨防天哭，叶辉被害死的时候呢，全国百姓为他悲伤落泪。所以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就是指勤快，奉下面两点勤快害死他的，被人毒害。所以呢，这个当时勤快呢就问那个刽子手，说这个叶辉要被砍头的时候有讲什么话呢？那刽子手就跟勤快报告了，他说叶辉说了，早就听我师父道会禅师的话，我就出家就没事了。秦桧听到以后啊，啊，马上就派了啊何立将军呢带部队去包围镇江的江天寺，啊，金山江天寺就要把它包围起来。一到部队一到了以后呢，这个江天寺呢在做丧事啊，道会禅师已经往生了。道会禅师在。何立将军要过来的前两天，他已经义肢失智了，啊，他就这个击中呢，召集僧众呢，召集僧众呢，啊，敲钟击中，向大家开示修行，讲很长，向大家告别。那么当时呢，道会禅师要作画的时候呢，他当时要作画的时候，留下一个记忆，留下一段记忆，他说：“何力自南方，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啊，当时大家都不晓得，何力派士兵呢，将寺院团团围住，一看是办丧事，啊，当时和道会禅师已经圆寂了，啊，他一直识字，已经开悟了，有宿命通，生死自在。所以他也不坏世间法，他可以有能力可以留在世间，但是呢，他呢誓言一到，立刻就走，啊，这个是啊叶辉的被秦怪害死的故事。那叶辉呢，他因为是被秦怪害死，所以老法师也曾经在讲席里面有提到朱金咒老居士呢跟他讲叶辉呢担任鬼王的故事。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啊，老法师在《地藏经》的启示里面有提到朱金咒老居士，啊，朱金老居士也是李本老师的学生，啊，他就是拿了凡四训呢给净空老法师的，啊，朱金咒老居士说呢，在清朝宣统三年，也是1911年呢，辛亥革命前半年，朱金咒老居士当时是17岁。他的家乡呢，浙江温州有一位举人，家境小康，是独生子，非常孝顺，啊，没有做官，在家奉侍父母。有一天呢，在睡午觉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来敲门了。实际上呢，他是在做梦，梦中呢，他起来开门，有一个官差呢，就送一封信给他了。
他一看是自己的名字啊，官差说我们将军请你去谈一谈，他一听这话不对，我根本没有跟官府往来啊，特别是京官啊，一个也不认识啊。他问官差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可是同名同姓呢、啊。官差不分青红皂白呢，就把他推上马，上了马以后呢，他感觉那匹马不是在地面上跑，而像在空中飞一样。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看到许多人在交头接耳，好像有很重要的会议在里召开。于是呢，他向别人请教，这大将军是谁呢？别人告诉他，是奕辉呢。他一听，糟了，奕辉是宋朝人，那不就死了吗？啊，我现在是清朝啊，啊，我要去见他不行，我家里还有父母，妻子还年轻，小孩小，不行，我不能死。过了一会儿以后，奕辉就升帐了，登堂了，升帐就是登座了。他就走到那个面前跟哀告了，奕辉就安抚他说了。我找你来是请你帮忙，我准备北伐攻打金人啊，请你做我的幕僚文师。我们知道那金人的祖先就是女真族啊，他就满清帝国的祖先啊，就是女真族啊。啊，叶云帅说了，我们时间还有三个月，我现在可以放你回去去安排后事，到我出发的时候我再派人接你。他想一想，能够当叶辉的部下也挺光荣的嘛，也很难得啊，他就答应了。于是叶辉呢就派人派官差呢把他送回家，他梦也醒来了。啊，醒来以后呢，告诉他父母这桩事情，他父母说这是做梦，不是真的。他觉得梦这个梦不是假的，因为梦中的境界太清楚了，不像做梦。那么接他的日期呢也记得很清楚，于是他交代后事。到了约定那一天呢，他招来亲属告别。那朱金州老居士是他的隔壁村的人，他听到这个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很好奇，想去看热闹。他要看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去呢。那酒宴吃完以后呢，这位举人呢就跟大家说了，时间快到了，他就跟大家告辞了，回到房间就躺在床上。没多久接他的人呢就站在门口，就是这个鬼差了齁。他父亲就发脾气了，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无论如何就不让他走。小鬼在门口呢也不敢进来啊，他就跟他父亲说了，他说不管活到多少岁还是会死，人终归一死嘛，死了以后能够跟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在一起，这也不是坏事啊。算了吧，你让我走吧。他父亲呢哼的意思说好吧，他就断气了，真的走了。后来朱金州老居士想一想，辛亥革命成功啊，满清被推翻半年之前啊，阴间鬼道的叶辉呢已经出兵打仗了，阴阳确实有感应了。叶辉到现在未离开鬼道，他当鬼王嘛，一定是什么仇恨未忘啊，念念要报仇啊，这一念未消除，所以他还在鬼道啊。学佛才知道因果的可怕，这是说明经上讲第一的真相绝对是真实。以上呢，就是老法师在《地藏经》的启示里面提到叶辉当鬼王的故事。好，最后呢，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呢，来跟各位报告净空老法师在《算简则评号多逢忧患》这一段里面的开示。第一点，老法师说，这一句是叙述一桩事情，一直到第九句“算尽这时”，都是在详细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什么叫算？算是什么？算是计算。我们常讲的加减乘除，命运固然是有前世所造的业，感得这一世的果报。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大善大恶，大概一生的命确实是造定数在流转。
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定命。俗话说了，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就是没有大善大恶。第二，可是人要是发心行善啊，对你的定命是会增长的咯。如果你造恶，对你前生所修的福报是会减少的咯。所以天天都有加减乘除。那这一点我们要警惕哦。我们每天行善，我们就加福报。我们每天造恶，我们就减福报啊。我们每天如果造一件大恶，我们的受算福报就被除掉了。我们今天如果造一个大善，行一件大事，我们的福报是用倍数成长的哦，是成的哦。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眼里照做，每天都有加减乘除啊。这个概念一定要牢记在心啊，每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因为你没有大善大恶嘛，所以命运才会被人家算得那么准啊。个人的命运是这样，家庭的命运也是这样，团体也不例外，乃至于国家社稷世界，世界上有许多预言家讲世界的吉凶祸福，这是说大的，它是有个定数。第三，定数不是活菩萨给你定的，也不是神明给你定的，谁给你定的？个人的命运是自己造作的，你的家运是你一家人的造作啊，一家人的共业，国运是这一国的人民共业啊。世间的运是世运呢，是整个世界人的共业啊。看你造什么了，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果报了。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一定感得恶报，这是真理。诸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纯善无恶，但是呢，还是离不开因果的真理。《法华经》里面讲一生因果，《华严经》里面讲五浊因果，都没有离开因果的定力。所以佛法才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怎么不空？老和尚说转变不空啊，相续不空啊，循环不空啊。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下一个因，因果永远在循环，所以叫循环不空嘛，永远在流转，这叫因果不空。这些业因果报，吉凶祸福永远在循环，这就是相续不空啊，循环不空，因果不空啊，这个转变不空，这是大道理，这是事实的真相啊。所以因果不空里面含三种，涵盖三种：转变不空、相续不空、循环不空啊。第四，佛教我们离相，世间相不能执着，佛法也不能执着。金刚经上说法上应手，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因为佛法也是因缘生啊，因缘生法没有自信啊，当体即空啊，了不可得啊。我们以前有讲过，生无自信，相无自信啊，啊，胜利无自信啊，啊，因缘生法没有自信，当体即空啊，了不可得，是法佛法都不例外，都不可以执着，分别执着就错了。果然能够做到不分别不执着，那四法跟佛法就没有差别，就入不二法门了。这些道理大圣经里面讲的很多，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现象要细心去观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受用，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第五，我们观察现在的大环境，生活环境啊，整个世界都在乱，最怕的是众生造业，恶贯满盈。
果报就是要现前。古人所谓作恶的人，现在还没有受恶报啊。就像我昨天见了一个年轻人，他来跟我讲啊，他每天呢打电动玩机的啊，看邪淫的影片呢，看色情影片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看我的同学，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大学生啊，他说我看我的同学女朋友一个换一个都换邪淫，他也没遭受恶报啊，他们还享受福报呢。我跟他讲，我就讲这句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他的福报在被加减乘除，迅速就被用完了。就是这里讲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啊，算减者贫耗，堕红忧患了。人皆物质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但是世间人不相信这个道理啊。一看到果报的时候，什么不见棺材不流泪啊。我跟他讲这样，他说对对对对对，老师就是你讲这样，我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昨天来找我听我讲地藏经，嗯，他说他内心里面有一个力量跟他讲，你只要去请教黄警官，问题答案就出来了啊。昨天我跟他开始就他欢喜离开啊，他忽然开朗，他说他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不晓得怎么活下去啊。他说很想去自杀，所以懂了因果以后就不会自杀了。老和尚说，整个历史就是因果报的写照，现前这些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看现在一些人，他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做什么，将来的果报是善是恶，是吉是凶，是祸是福，不就很清楚明白了吗？过去之中修福的人，这一生不晓得在修福，专门在作恶，他的福报就逐渐减少，这就是算减。第六，贫是财富失掉，耗是损耗损，损耗到最严重的家破人亡，乃至于国家灭亡。多红忧患，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两句话切切实实是我们自己一生生活的写照。过去生中总算修了一些福报，今生作恶福报还没有现前，还有衣服可想啊。过去生中所修的福报不小啊，由此可知，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不作恶，如果努力修善，我们这一生的福报决定胜过现前太多太多了。这些道理如果不是真正参透的人，你给他讲他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迷了，迷得太深了。这种迷惑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所看到所接触到的好像不是古人所说的，古人所说的话似乎是一种理想，不是事实。他听的都是这些邪知邪见，他所看到的事实啊，也是邪知邪见，他不相信这些啊，所以呢，他们看错了，啊，所以古人的心呢是静态的、清净的，现在人心呢是心无气躁，心是动的，所以像水一样，水在平静的时候像一面镜子，照的东西就很清楚；如果水上起了波浪，照东西就照不清楚。现在人就是这样，啊。心里的无明习气毛病呢啊深重，所以看不清事，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所以才不相信因果，才不相信因果报应，就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就讲不妥之事，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